给梁文博一个小窗，可以呀，可以呀。梁文博是几号台？谢谢谢谢30，谢谢4730。哎，梁文博是几号台呀？24。二号桌是吧？就你们既想看一号桌，又想看二号桌，然后又没有两个手机的。想知道比分的，你们可以告诉我啊，可以跟我说，我可以给你们开小窗口，然后或者是你们可以随时问着我其他这个，其他台想知道的比分，我都可以和你们说的，在我这都没有关系的。Eight. Nine. Thirteen. 14.看着心惊胆战是吗？啊，我看看我的外卖到哪儿。在这个时候来到直播间，朋友们没有点主播关注，可以稍微点击一下主播关注，关注一下主播，关注一下我，然后可以添加一下这个主播联系方式啊，没有加主播微信的可以加一下哟。主播的微信号 KMW739 KMW739，哦，这个是主播的微信，可以添加一波。欢迎二锅头，谢谢 Kimi。24 32 32. 32. 你看他怎么还卡顿呢？Mark on 32. 7. 8.
神殿。50。有男朋友还让人加你微信干啥？你好像有毛病吧。60。有单杆破百吗？没有，没有单杆破百。你好像有毛病吧？你哪只眼睛看到人家有男朋友呢？再一个，加我微信的话是进我的粉丝群呀。23。无不无聊。24. 31. Jimmy Wilson, 31. 我没有不爱说话呀，我一直在说话呀。欢迎刚刚的。8。Jeffrey Wilson, 8。又得比。神助攻是吗？我也感觉神助攻。5 7Jimmy Wilson, 7。你这个，你说这是不是精神病啊？你说这个是不是精神病？你就说。
你说我说啥了呀？我就想问一下，我说什么了？咱们直播间人自己直播间朋友们，你们看一下，我说什么了吗？你说他是不是精神病？精神病好像，谢谢谢给加油。嗯，我看，我这。Column three. 没事，他也进不了。嗯，这个助攻助得很完美。这怎么一号台最近的信号源一点不好，总经常卡顿。欢迎董哥，哎，不要，哎呀。对，那个时候的状态好。Jamie Wilson, four. Five. 6-1也行，6-1也能接受，6-1也能接受。Friend, Mark Allen. 看昨天胡老师，我刚才在看呢。胡老师这边出的那个新闻，胡老师昨天成功晋级了第二轮，然后对那个
阿根廷球星巨星马拉多纳表示了敬意。因为那个马拉多纳是那个奥沙利文的偶像。你要相信丁主任，丁主任可以的。Mark on four. Who's your hand, Kylan? Oh, may you try me? Push your hand, be said, who you're in Gorsha. 4. Mark Allen 9. Jamie Wilson 7. Eight. Nine. 也不一定，这个小伙子，威尔逊啊，詹米威尔逊在冠军联赛当中是和那个艾伦是打过2-2平手的啊，平局的选手。16. 犯规了没有？哎，这局有犯规吗？这局有犯规吗？好像没有哎，我记得。欢迎铭记在心。我刚点了个外卖，饿死我。哦，对，一开始刚开局犯规了，刚开局犯规了。
Wilson, 16.哎，感恩节了是吧？来到直播间，朋友们，对，艾伦今天有点不太正常啊，没有点主播关注，可以稍微点击一下主播关注，关注一下主播。Wilson, one.那个给我打困了。我想问一下，这里有多少人属于蓝色区域的数字？蓝色区域的数字是什么意思呀？Column three. 14. 15. 来仔细看一下，好干，飞过去，然后走回，照一下底带。22.
右侧底带红球。你问我，我问谁？我上哪里知道啊？23。小迪干。那艾伦怎么感觉他又胖了呀？29 30还没瘦。没有，莫非现在我感觉还是那么胖。烈焰波他比赛的时候感觉他还是那么胖。38。好，推下去，来绕台。43。拉倒吧，他一看就不是130好吗？你知道130是有多瘦吗？就对男的来说，130对他们来说不算胖了，对他们来说是瘦好吗？您说的艾伦瘦的时候130吧？莫非现在肚子也胖了？肚子也胖了。51。Mark Cullen。51。这是喝了多少啤酒喝出来的啤酒肚啊。对，艾伦现在最少感觉应该得有180。哎呀，饿死我了，我的外卖放哪儿了？来，直播间的朋友们，没有点主播，哎，好像到了，哎，我刚吃完，我的外卖来了，吓我，来啦！又是一天不吃饭的主播。
130磅。来看一下场上我们的第四局啊，艾伦这边呢打的还算快的啦，啊，打的还算快的，我感觉。不墨迹，不磨。打两杆送一送。这艾伦自从，我感觉好像自从在关中冠拿下了冠军以后，连下这个世界前三，然后他的状态好像一直就不怎么好，真的好像他的状态一直不怎么好。看热闹，我怎么感觉他在刷数？有没有这种感觉？还是我的错觉？就是业余选手啊，他没有世界排名啊，他没有世界排名，就是一个业余选手，拿的是那个拿的是外卡好像，没有世界排名。
6. Queen 6. 准度可以啊。 7. 只能说这小伙是用随缘的打法来打一下常人的走位，佛系走位。用那个之前大家怎么说的呢？人家是母球想走哪儿走哪儿，他是母球爱走哪儿走哪儿。 15 16 有攻球吗？ 18 90 牛啊，一直叫黄球也不容易是吧？ Green ball. 90 这么尴尬的没了。他是今年17岁。 他今年17岁。小钢炮的节奏没打上来啊。 我跟你们说哈，现在就给你们看一下其他桌的比分。梁文博的比分是3-1领先的一个状态当中，田鹏飞啊经过了疫情之后，然后现在目前在参赛是2-0领先的一个状态当中，肖国栋也是2-0领先，尤森巴赫是3-0领先。 乔伊斯是1-0，这是目前为止正在场上的这个比赛的选手们的比分。 对呀，现在的医药这么发达是吧？而且这么久了，肯定是研究出来药物了呀。医药也这么发达，这么先进的医药下， Five. 就证明说这个病它并不可怕。你昨天喊大家猜西喜欢谁吧？他。 这下西西又单恋艾伦。
南马西西西喜欢的选手是土豆。11。西西选择的西西喜欢的那个选手选择的喜欢的球员是土豆，小土豆。然后念念喜欢的是小特，然后我喜欢那个塞尔比。你不是小特吗？我现在比较喜欢塞尔比。直播还不开骂吗？为什么要开骂呀？90。嗯，你看时间久的塞尔比的比赛，你会爱上他，你会喜欢他。你把特让给了你。我现在是塞尔比粉。26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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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喜欢那个郭老师的，郭老师的每场比赛我爸爸就基本上能看的都看，然后基本上不落下。土豆是谁？土豆是吉尔伯特。42。51。你别搭理他，别搭理他，别搭理他。我之前还认为墨菲能吊打那个，我之前还认为墨菲能吊打里沃克呢。说那个有啥用？对呀，捧臭脚的，你搭理他干啥？我之前认为墨菲能吊打里沃克呢。啊，里沃克排在123位，啊，墨菲排在多少是吧？我还这么认为的呢。啊，大满贯选手最后差点翻车，打了个6-5。不要小瞧任何一位选手好吗？能打进职业赛的选手都不是垃圾。特别是不要在我直播间说那个，对，147是1万1，你不能说147是15000英镑。啊，不要小瞧任何一位选手，也不要在我直播间说丁主任不行好吗？我相信他，我相信他。你要感觉我话多可以出去转一转，不愿待可以出去转一转好吗？78。147的话你不能说它是15000英镑，147现在没有就是单杆147的奖金了啊，没有单杆147的奖金了。现在的奖金是，以前是单杆最高，以前有两个奖金，以前有两个奖金，一个是单杆最高的奖金，一个是147奖金，就是如果你打出147你可以领这两个奖金，知道吧？以前是可以领这两个奖金的，现在呢没有147的满分的奖金了，只有单杆最高分的奖金了，所以现在是单杆最高分的奖金是15000英镑，是这个意思知道吗？原先是有5000的，好像还有5000的一个加的奖金，现在是只有一个
杆最高分15000英镑。我说的是没有147的奖金了，没有147的奖金了，只有单杆最高分的奖金了。他们就说147有奖金，就没有理解我的意思，知道吗？15000英镑是这个意思。昨天我家管理跟我犟，我就告诉你了，我说现在是没有这两个奖金了。他说是我解释的不对。这回明白了吗？啊，两个奖金啊，以前的时候是有147满杆奖，还有一个单杆最高奖。如果你打出来147，可以拿到这两个奖啊，这两个奖金。现在呢，这两个奖金没有了，只有147满杆的奖金没有了，只有一个单杆最高分的奖金了。对，是我昨天说话肯定是有瑕疵，但是的话就是。如果说是老球员的话，就是老球迷应该能懂得。对，以前是14万7千英镑，以前是14万7千英镑，现在就那什么了。来看一下我们的3比1，看哪一个？上面好像也休息嘞。有没有想看别的？想看哪一个台？现在还有哪个台是没有大家给你们转播的？杨文博也有人播，我给你们放一下6号台的老邦德吧，好吗？2号台也中场休息了。2号台也中场休息了，你们选一下吧。这个中场休息时间，会中场休息时间，你们想看一下什么？没有点主播关注，可以稍微点一下主播关注，关注一下主播，关注一下我。然后可以，没有加主播微信的，可以加一下主播微信啊。主播微信话。主播的微信号 KMW739，KMW739，我不用你给我发红包，我没有空。踹出去就好。很正常，很正常，就是有喜欢的球员，有不喜欢的球员，这是大家的自由，是吧？没有必要去踢他，是吧？这是自由啊，个人的自由。你有喜欢的球员，我有我喜欢的球员，是吧？我有我讨厌的球员，很正常这个事儿，没有必要去踢他。只要你不要在我直播间骂人就行了。你要在我直播间喷人，我肯定不能惯着你。对，一个赛季20杆147，100万，那个还有，那个有，单赛季20杆147，100万英镑，这个还是有的，这个还是有的，但是属于那种怎么说呢？就是不太能成为可能性的一个状态。我们看一下2号台这边中场休息结束了没有？2号台中场休息结束了。我昨天是搜的时候还有，昨天搜，我昨天去查了一下，昨天还有，你可以去搜一下，百度一下吧，好吗？我昨天看了，昨天还有，他只是撤走了这个，就是14714万7千英镑的这个奖金，但是单赛季20杆100万英镑这个还是有的，你可以去搜一下，我昨天看的时候好像是有的。一看就是进来打广告的，精神病好像。我们家加我的微信号的，全部都直接进群的。
对，以前是挣两份钱，现在是挣一份钱。One. 你说谁是骗人的？Six. 没纳豆。Sam. 我去搜一下啊，稍微等我一下，我看一看这个斯诺克单赛季。我现在搜一下啊，我现在搜一下，咱们看一眼。我也不知道属不属实。他说在下个赛季，如果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近期斯诺克掌门人，巴里赫恩透露单赛季达到20杆147满分，触发100万英镑的奖金，这项是激励政策。如果选手不满意，下赛季将会取消。单杆最高分 Taylor 记录 Lem。奖金吗？积分吗？积分的话是凭你场上的输赢。今天是感恩节，感谢所有来到我直播间的朋友们，感谢你们来到我的直播间陪着小雨。One. 对，不算积分，积分的话只算场上的输赢。Sam. 今天感恩节。看你的奖Wendell 金是怎么 Sam，拿的，你赢了就有奖金，有奖金就有积分，这是最通俗的。艾伦中场休息。One。艾伦那边3-1，艾伦比分多少？3-1，3-1。Six. 没有撤，我刚才百度了一下，掌门人是 Seven. 说，如果球员不满意的话，将会在明年取消。将会在明年取消，是这么说的。你们可以百度一下，百度一。第一条就是，
主要是没撤的话，威尔逊刚刚打出幺四七的时候就不会说他独享。他说的独享幺四七的奖金是，是这场比赛的奖金，和单赛季二十杆幺四七平分$100,000，这是不同的奖金，这是不一样的奖金。13。14. 19. 20. 艾伦的比赛中场休息，中场休息当中。26. 27. 上赛季福特不打了一个人，突然说一分钱没有，说必须要。谁说的？他一分钱没有，是平分的。二十杆幺四七是单赛季二十杆幺四七，单赛季所有的球员加起来。34. 好吗？你也可以去搜一下这个。Word Stroke， 啊 ，Word Stroke， 这是官网，是单赛季所有的球员加在一起有二十杆，大家去平分这个$100,000的奖金。上赛季汤姆福德自己打出来一杆幺四七，是平分他当时的比赛的幺四七的奖金，就单杆最高分幺四七的奖金，不一样的好吗？好了，我们不要纠结奖金的事了，我们看场上比赛吧，好吧。46. 就是他也不分给你，也不是你的，也不分给你。47. 53. 看一下我们场上球员要开始了。帮你学生上完课。
什么？来看一下。赢一局就算不错了。主要是今天的比赛怎么说呢？就大家都去看咱们中国，中国的选手了。他17岁，2003年的17岁。主播咋不说球的呢？我饿了，哥。这小低杆滑上来滑的可以啊。我饿了，我没吃饭呢，我睁开眼睛就坐在这儿了。
看一下这个啊，同时叫中带和底带啊，双叫的一个位置。哎，稍微等我一下，我去开一下门啊，开一下门。啊，不对，是这个啊，这个画错了，这个啊，中带和底带，我去开一下门啊。等一下，我把这个放一下。我回来了，回来了。谁来了？送外卖的。我点的小烧烤，啊，小烧烤，送外卖的。哎，我跟你们说，就是马凯伦啊，我第一次看他打球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位球员为什么就是打球嘴歪呢？他之前我第一次看马凯伦打比赛的时候，就在想说，为什么这个选手歪着嘴打球，然后打的还这么准？嘴歪球不歪，就为什么还这么准？哎呀呀呀！保进超分。跳一下中带，注意啊！对，嘴不发力。98.
来拿下这一局。欢迎所有来到直播间朋友们，在这个时候没有点主播关注，可以稍微点击一下主播关注，关注一下主播，关注一下我，可以添加一下咱们家联系方式啊，主播的微信号，屏幕下端左侧红色字体啊 ，KMW 739 KMW 739，这是主播的微信，加主播微信可以进主播的群。群里面有主播每天啊，每天开播的赛程啊。来，场上看一下，4-1拿下了这一局。差不多了，放不了两局了，这一局就够了。同样是歪脖。好了好了，你们不要吵了。这个姿势是挺难呀。猜到了，来看一下我们这小伙开球。
4.欢迎金森，谢谢幸运金森给的加油。Nine. 欢迎所有来到直播间朋友们，没有点关注的可以稍微点一下哟。再次看一下我们的马克伦。16. 今天的热度好像不太在呀。17. 25. 30. 31. 36. 萝卜晋级了呀，肯定晋级了，6-0，给对方秒了。37. 是的，6-0给对方秒了。44. 我这边可能也要结束了。Hello， 你好，茶杯。44. 欢迎我溜溜。Hello， 溜溜。一定要送到家是吗？
谢谢给的加油。 Eight. Nine. 那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一天直播16个小时，你不让我吃饭，我是铁打的吗？ Hello， 晚上好。我一天播10多个小时，我是铁打的吗？ 我在直播期间吃饭，你先给我解释一下这句话。你这句话我真的是我就不乐意听了。你说我给你们直播是吧？给你们播比赛，我是要过你们礼物还是要过你们嘉宾？从来不让你们刷礼物，从来不让你们开嘉宾。 是吧？也不给你们打广告。然后我一天播10多个小时，你还跟我说直播期间吃饭是不是有点不尊重球迷？那怎么？我是铁打的，我不用吃饭呗。 29，谢谢，欢迎小三弟弟。30，摩西摩西，对他们，你的不满太多了。那你认为有这句话我应该满意吗？ 可能要变成4比2了，兄弟姐妹们。哦，我奶的可以呀！这我奶的真是。 无比无比一，估计马上要。<笑>我吼！<笑>你是别人的嘉宾，不怕踢。你是别人的嘉宾，跟我有什么关系？你又不是我的嘉宾，但是你是不是我的嘉宾，要跟我怎么样？我的嘉宾，我家我的嘉宾，我都咒骂呢。 10点吗？ 10点比赛，我播那个，司机的比赛， 我播司机10点的比赛，就你们应该知道的，我就不可能会播那种热门选手。您谁的嘉宾？我也不知道他是谁的嘉宾。 对，丁俊晖的比赛我不播啊，丁俊晖的比赛有很多播的，那你上他直播间呗，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他说他是爱妃的嘉宾。23。欢迎狐狸哥。Foul. Mark Allen for Friend conceded. Friend Mark Allen. You 放弃了。
场上五比一放弃了。不是，我说一下啊，我的直播间是吧？我不是说没有在解，我不是说没有在解说球，我一直在解说球。但是你不能说让我光说球不说其他的吧？你要感觉我的废话多，你可以上别人直播间去看一看，是吧？你就上专业的解说员那里，他也会说其他的呀，他也会跟大家去聊聊天，说说话的呀。我们看一眼上面行吗？嗯，嗯，是有个杠精。哎，我们底下开始了。在一个直播间，那不正常吗？喷子这么多。这是几个意思？怒砍一分之后转为防守吗？没有心态了，心态崩了是吧？哎呀，你这个高杆来推，你这也挺准的，就进袋了，就摔了，就摔袋了。这今天马开亮这个小钢炮的长台是怎么了？你这个防守，哎呀！真准，可惜进错了球。
一种乱打的局面。对，他是新进的职业选手，刚刚进来的，没有一点赛季。威尔逊是大姓，啊，威尔逊是大姓，就像中国的张王李赵一样。而且他才17岁啊，他才17岁。哦哟，那个红球蹦蹬。Seven. 你不能这么说，是吧？世界上有几个老丁？几十年有几个老丁？有几个火箭？火箭出道即巅峰，连赢了30多场。14岁出道吧，如果我没记错，就14岁出来，出道即巅峰，连赢30多场。无论对谁，对吗？但是几十年也只出来那么一个火箭。特别是在火箭出道的时候，那个时期的斯诺克是特别特别严苛严峻的一个。不一样。不能把就是有几十年出来的这么一个天才来和多少大家就跟和多少人去比。他不一样的。真的。不能拿任何人去比最高端最顶端的。大家都是个，他们只是普通人，但是能打进职业决赛的，他们都是有水平的。哎，这个进的可以啊。他刚要坐着，你知道吗？沙金特什么比分？我看一下。他都要坐下来，你看到了吗？他自己没看。Seven. 果冻对那个萨金特是4-0，果冻4-0拿下。中场休息当中。12. 越退役，
解到了，随缘解球吗？这是漂亮中弹。要啥样子？ Eight. 14. Fifteen. 22. Hello， 晚上好。好爽玉，怎么了？28. 对，又是威尔逊。但是这个叫詹密威尔逊啊，刚刚打进职业赛的选手，目前没有世界排名，估计是最后一个。哎呀，这艾伦是什么意思呢？艾伦的意思是告诉你，来，小伙子，有点参与感吧，打一打吧，让你有点参与感。Jimmy Olsen, 16.教我真帅呀。对了，和你们说一下啊，和你们说一下，这个明天晚上没有比赛，明天晚上休息，没有比赛。后天是这个第二轮啊，英锦赛的第二轮。
明天没有比赛啊，因为第一轮结束了要休息一天呀。第二轮的话是在28号。你说的是明天凌晨有比赛，我说的是明天晚上没有比赛。明天晚上没有比赛，明天的凌晨是有比赛的。凌晨的话是特鲁姆普，还有麦基啊，都是凌晨的比赛。明天晚上没有比赛哦，兄弟姐妹们。我说的是明天的晚上没有比赛，不是说明天的凌晨没有比赛，凌晨3点钟是有比赛的。哎呦，这根斯诺克做的质量挺好啊。对，凌晨3点钟。看一下这线路哦。走不过去。Foul, a miss. 我感觉我的这条线路。不太好解。这个真的不好解，这个真的是不好解。对，就这条线路真的不好走。我选的是这颗球，选的是这颗球。漂亮。这个红球没打进，还整去扶了。现在是个人都敢画线，我就想说，那你连一个人你都不是啊。对，我画那个线我说了，我说能不能过得去，所以说就画了一下。这醉了。我在呢，怎么了，超人？懒得搭理他。
这一局艾伦小伙子单杆谁最高？没有算耶。没算。我没算，因为我刚才比较关注那个线，我没算，你等我一会儿看一眼好吗？为什么总惹？不是，我跟你说，喷子吧，不是总惹一个人，喷子是挨个直播间喷。Four. 连话都听不懂。Wilson 5. Good or soon? Two. 肚子整个贴球贴那个台面了。Back Allen five. Jamie Wilson, four.
随缘，随缘打法，随缘打法。幸亏我刚才那个是闭麦的，我跟你说，没闭麦的话，我真的能爆出来粗口。13 for having the match. Michael.的比赛呀，看梁博的比赛好不好？One.
7. Eight.